我覺得 self-portrait 其實是好像製造一個假象，等你即係 project 自己一個 certain image 俾第三者去看，你認為你是一個咁樣嘅狀態或者咁樣嘅一個人。我相信好多時啲 self-portrait 同真實嗰個人其實會有好大程度嘅差別㗎，即係只不過係嗰個人好想投射一種自己 feel comfortable 嘅模樣出嚟俾大眾去睇，其實有啲似啲明星相。咁當然大家都唔會太主張俾一個好 dark side 或者好唔 pleasant 嘅 outlook 俾人睇噶嘛。咁所以嗰一種 self portrait， 我認為大部分人都係經過篩選，希望自己有一個留俾人哋一個好嘅觀感。咁 self portrait 係一種 academic 啲嘢啦，或者都算係一種 art 嘅模式啦。咁 selfie 就係大眾化啲，即係好似少咗一個包袱，少咗一種serious 就喺入邊咁樣嘅。咁所有人都可以 take a selfie， 咁件事就會 casual 啲，亦都奔放啲。我係 Topaz 梁詠珊 ，make selfie a typical。